我叫朱韵，我是李寻，我叫李寻，省理科状元的高考第一。玩个游戏吧，三次机会，没你要能赢我就输。被罚是死，被碾压是死，不和也是死，那为什么让我玩？看你不顺眼。什么？我呢，最讨厌就是像你这样。下下周是期中考试，我们比一次，成绩比不过他，代码也比不过他，这就放弃了？你就这一点？是这样的。第三个模块判断分支写才行，代码写的不错，但还有待完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邀请你加入我的基地。你来我请。去把他推了。不行，你敢不听我话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推了。李寻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有话直说。我们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，你没有理由让我听你的话。你以为张小贝真相信你叛变了？他不是善茬，你对付不了。不是是怎么知道呢？我可以低头，但他不行。傻子，刚刚那是你吗？你猜。为什么来送我礼物呢？公主，就是要穿裙子才对。